请问你是罗马来的曾子平太太吗？是。我是梅岛酒店的职员，房间已经给你订好了，请跟我来。孙太太，你签个字。请问你钻石山离这儿多远？坐 taxi 15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哦。回头请你叫一辆 taxi 给我。好的。李伯明先生，您是？我姓曾。哦，李先生关照过的，您请进来吧。您请坐，我去告诉李先生。姐就快放学了，您请先坐一会儿。啊，先生呢？在里头呢，让我去看看他。他正在写稿子，您就在这儿坐会儿吧。
哪，你们在闹些什么呀？妈，婷婷答应把照片送给中文表哥的，现在他又不给了。不是的，我想先送给我姨妈。你姨妈就是你常常提起的那个在意大利学音乐的。哎，我姨妈今天从意大利来了。那么这张送给你表哥吧。我先走了哦，我要回去等我姨妈呢。佩英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保姆，我们不同路的，我还是坐巴士吧，我有月票的。再见、啊、再见再见。在下面听到琴声，就知道你已经来了。爸爸常常提起，说你在意大利学音乐。咦，爸爸呢？啊，在里边。你看见他没有？他知道你来了吗？奇怪。爸爸。你好大的架子，姨妈来了你都不出来，难道要我来介绍吗？喏，这是姨妈，这是我爸爸，伯明，请坐。喏。你的粮食、稿纸，我都没忘吧？宝妈，陪你的点心呢？早预备好了。哎，你吃吧。不，我让你吃。您吃一点好吗？姨妈，我时常都在想着您呢。爸爸跟我说，我小的时候你还带过我一年多。佩英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哎，姨父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嗯，他哦，佩英呢？我要到报馆里去了。你姨妈在这儿只有两个星期，是不是？你陪你姨妈到处去玩玩。哎，你住在哪个旅馆里？美岛303号。住旅馆？嗯。为什么不住在我们家呢？我走了哈，再见。王妈，哦，陪呢。我叫王妈给你烧好了红烧牛肉，这是你们爱吃的了。要是你姨妈愿意在这吃饭，你就招待招待她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恐怕要很晚了，你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
妈，你刚才弹的曲子我也会弹。是吗？你不知道啊，这是我爸爸最喜欢的曲子，他还说这也是我妈妈最喜欢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我妈妈的照片？妈，你妈妈的照片？爸爸说在打仗的时候我妈妈的照片全毁了，所以我连妈妈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我没有。爸爸说你跟我妈妈长得很像。怎么，你哭了？没有，我想起你妈妈。不要难过啊，你在这只有两个礼拜，我一定好好的跟你去玩。我们去看电影，他叫我去野餐，去听音乐会，尽量享受这两个礼拜。好，尽量享受这两个礼拜。小姐的西装做好了啊，哎，这还有很多新样子，您我要做的话再打电话给你啊。是是是。曾太太，告诉你，叫你等我的电话。你呀，您旗袍做好了，放这儿吧。是。曾太太，这件衣服啊，是我特地帮着老师傅跟你加工滚边的，和您看好不好？要不要多添几件？我要的时候打电话给你吧。是。等您电话了，再见。烦死了，进来。姨妈。哎呀，为什么今天来那么晚呢？快来看，衣服已经好了。漂亮极了，哦，我开心死了。姨妈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。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还是不说的好。说嘛，到底什么问题？恋爱问题啊。我的恋爱问题，这是我的秘密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的。当然了，你爸爸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不好意思。那为什么又好意思告诉我呢？你不同意啊，你是女的。姨妈，嗯，我喜欢他。
这个人是谁呀？他是我一个同学的表哥，叫林仲文，是个医生。上次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我就有他看好的。他也很喜欢音乐。姨妈，我真的很喜欢他呀。裴艳，你现在就谈恋爱，未免太早了吧？我已经……裴艳，你听我说，你这个年龄根本不应该谈这些的。我吃过苦头，我知道。我才17岁的时候，就糊里糊涂的嫁了人。是姨父吗？啊，不，不是。姨妈，那么是谁呀？我第一个丈夫。嫁了他之后，感情还不错，可是没有爱情。后来，我遇见了我真正喜欢的人。那就是姨父了。说起来很简单，事实上痛苦极了。佩英，我不愿意你像我一样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已经答应他。答应他什么？答应嫁给他？答应？我答应跟他去看电影。这孩子，我还以为多严重，我倒想见见他。改天我带他来看你。好。在家呢，不了，我今天很累，要回去休息。上去坐会儿吗？不，我要回去了，明儿见。那我明儿去看你。明儿见。明儿见。这都是姨妈买给我的。这是姨妈买给你的香烟，还有呢，稿纸。哦，该打，我忘了。自从姨妈来了之后，你把爸爸都快忘了。我怎么会呢？不会那就好了。爸爸，你不太喜欢姨妈是不是？嗯，怎么简单？我总是有这种感觉。她来了一个多礼拜了，你们只见过一次，你对她的态度还是冷冰冰的。姨妈常常说你好，她说你有学问，有骨气。有骨气。刚才她送我到门口。我叫他上来坐，他就不肯。啊！爸爸，以后你不要这样对他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姨妈给我买了一件衣服，漂亮的不得了，我去穿给你看看，啊？
以为是爸爸呢，原来是你们。哎，你看，准是你姨妈买给你的。嗯，一点都不错。可惜没有地方穿。你想露一露吗？那太巧了，修正，告诉他。你告诉他。什么事呀？我们本来就来请你参加一个跳舞会，漂亮，下星期六在我家。哦，真的？还有，我不说你说。假如你去，有一个人一定很高兴。谁呀？林医生。是他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当然是关于你的喽。告诉我，告诉我呀。林医生看了你那张照片呢。他说你长得真，真什么？甜。嗯，他这句话很有道理。别不要脸了。其实啊，你跟林仲文倒蛮合适的，他不是也喜欢音乐吗？对了，我们还要请你表演钢琴呢，你先预备好几支曲子，省得临时再找。哎，我问你到底去不去了？我当然想去了。不过，我要先问问爸爸，他向来就不喜欢什么跳舞会的这一套。我们陪你一起去问，走吧。哎，爸爸呢？在里边写稿子呢。你说我爸爸会答应吗？你爸爸不答应？爸爸说我年纪太轻，不应该参加什么跳舞会。后来安娜逼我去说好说歹的。他才没怎么样坚决反对，不过他说还得要考虑一下的。你爸爸太古板了，像那种家庭舞会，还有你的钢琴表演，这是最好的机会了。姨妈，你跟我去说一说好不好？好。我昨天啊，才担心那件衣服没地方穿，那件不好。我再做一件漂亮极了的晚礼服给你，我要把我的配音打扮得跟神话里的公主一样。来，让我看看，简直像神话里的小公主啊。姨妈，几点钟了？快八点了。哎呀，她八点钟就要来接我了。到这儿来接你啊？嗯，我故意叫她到这儿来接我，好让你看看她。好。哎呀，来来，请进来。佩英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45秒钟。下次不许啊。当然了，这位是你姨妈吧？怎么不给介绍了？哦，这就是我姨妈曾太太，这是林仲文大医师。林医师，曾太太，久仰久仰，佩英常常提到你的。是，佩英也常常提到您，说您在意大利学音乐，造诣很深的。哪儿，学着玩的，什么都谈不到的。你们真是音乐世家。哎，今天晚上佩英的钢琴独奏，您怎么不去捧捧场呢？对了，姨妈你也去吗？我去。不，还是你们去吧。那么，佩英，我们走吧。姨妈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好，快点去吧。不要玩得太晚啊！你放心，不会太晚的。Thank you.
想不到你进步这么快。假如你要是专心去学钢琴的话，将来你的成就一定很大。谢谢你鼓励我。天哪，想办法找李佩英跳个舞好吗？让你们自己去争取。喏，那么你，我请你跳个舞好吧？不是在意大利学音乐的吗？是呀，所以我希望将来也能到意大利去，跟我姨妈一样。对。高兴吧？很高兴。下个礼拜六有个音乐会，你参加吗？下个礼拜六？哎。哦，不行，我正好有事。什么事？不告诉你。喜欢不喜欢开快车？不喜欢。你害怕？不。那么？因为你在车上。要是没有我呢？还是不开快车。为什么？因为
我不想跟生命开玩笑，同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很多事情要做？哎，救人呢？救人？嗯。哦，我忘了你是个医生。刚才是从你姨妈那儿把你接来的，现在要不要把你交还给你姨妈？还是交给我爸爸吧。哎，那太好了，我正好顺便去看看他，跟他谈谈。那你是一举两得了。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。多谢你送他回来，这是应当的。还说应当了，他是来看你。哎，这哎不，我知道，主要的是送你回来，顺便看看老头聊聊，是不是？爸爸，你把这门口当做会客厅了。哎呦，小嘴，对对，请进请进。林先生，哎，我应该恭喜您啊，刚才配音表演钢琴呢。所有的人都说他音乐天才很高，是吗？那你很高兴吗？这个孩子，请坐。哎，李先生，要是让佩英专门学钢琴的话，我想他的成就一定很大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我们的条件不够。您太客气了，李先生。说真的，像我这样一个写作为生的人，这几年来仅仅刚够维持一个普通的生活。我认为学钢琴多少有点贵族化。那总不能埋没了佩英的天才啊。所以我千辛万苦地节省下来，给他租了这架旧钢琴，好让他有机会练习练习。李先生，您真是一个好爸爸。不见得，他从小失去了母亲，这也是做父亲的一点心意罢了。是，听说他姨妈在意大利是学音乐的。是的，要是佩英能跟他去，那多好。跟他姨妈到意大利去学音乐，哎，这个，啊，李先生舍不得离开佩英，或者是说佩英舍不得离开您。哎，对了对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以后的事了。哦，以后的事慢慢再谈了。我想有志者事竟成，佩英将来一定会成功的。是的，我希望你以后时常的鼓励鼓励他。啊，哦，李先生，我不耽误您工作时间了，我要告辞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有便的话时常过来聊聊。哎啊，佩英呐，临时要走了，你不出来送送吗？哦。佩英，祝你成为一个音乐家。嗯，这话很有道理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爸爸。我真的想成为一个音乐家。好的，以后我也要多写点东西，好让你实现你的理想。早点去睡吧，明天你还上课呢。进来，先生，外边有人送钢琴来，他说一定要您签收。哦，
您是李先生吗？是的，我们是增福琴行送钢琴来的。啊，你大概弄错了吧？我没有买，是一位曾太太订的，她说这是礼物送给李小姐的。哎，请您先生，请你回去告诉曾太太，这种礼物我们不收的。你不收？哎，不收就不收，关门。先生，您出去啊？嗯。不睡觉了？不睡。妈，你这人紧张，你看你姨妈生了什么？今天下午没课，姨妈答应跟我一起吃中饭，然后到郊外去玩。再见啊！再见。丁英简直给她的姨妈迷住。是啊，她姨妈有钱，说不定还要带她到意大利学音乐去。拜拜，再见。送我到梅岛酒店好吗？好的，是不是去看你的姨妈去的？哎，上来吧。拜拜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要惯坏我的女儿。你答应我还不到一个礼拜，就送这么好的钢琴给她。你这什么有意义？伯明，你辛辛苦苦节省下来钱给他租了一架旧钢琴。不，这是我做父亲的责任。伯明，你尽了做父亲的责任，难道不让我尽一点做母亲的责任吗？佩英也是我的女儿啊。你几次的来信要求我要想来看看佩英，可是我答应你了，我们事先约定好的，你只能在这儿待两个星期。怎么现在你要拖下去了？伯明，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机会，也许以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佩英，至少是我亲生的女儿，在道义上你也应该答应。道义，亏你说得出道义这两个字。假使你要懂得道义，为什么在16年前跟曾子平私奔呢？因为我爱他。虽然爱志平，可是我更爱自己的女儿。伯明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希望你宽恕我，我只求你让我跟佩英在一块儿多待些时候。佩英和你在一起没好处。为什么？佩英和我一样容易发生感情，我不让她把感情浪费掉。怎么了？告诉我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是个什么人？我是你的姨妈。你瞎说！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刚才你跟爸爸说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原来你这16年前就抛下我们父女，跟人私奔。佩英，没有办法向你解释，我有我的苦衷，这些个你都不会明白。佩英，我不是你的姨妈，我是你的母亲。我爱你这样一个母亲，我觉得可耻。你赶快离开这儿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。
然知道她是你的母亲了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付她呢？她对不起你。这是我跟她的事，与你没有关系。我问你，后来你又跟她说些什么？我叫她走，我叫她离开这，我说我永远再也不要看见她。好，我想不到教育你这么多年，你这样没有人性，你就这样对待你的亲生的母亲，你爸爸，这不能怪你，这是我们的错。现在我把事说明了吧，也瞒不了你。他出走的时候，我和你现在一样的痛心。可是他有他的苦衷，这十几年来他也够痛苦的。佩音，我希望你原谅。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不应该说的话。不，你去向他赔个不是，他会原谅你的。好孩子，听爸爸的话，你去向你妈赔个不是啊。爸爸要我来跟你道歉，昨天的事是我错了。昨天你走了以后，我心里都难过极了，一夜都没睡。看见你的书包忘在这儿，我想给你送去，可是我想起你跟你爸爸一样的那个脾气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就不要再说了。坐一会儿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。这个礼拜六是你18岁的生日，记得吗？你也记得？忘不了。我虽然在外国，可是每逢你的生日，我都静悄悄地替你庆祝。真的？妈，这次我想好好地替你庆祝一下，我预备把这儿的大礼堂全包下来，把你所有的同学朋友都请来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请不请爸爸呢？啊，当然要请的了，就是他不肯来，你一定要拖他来。好，妈，那我现在上学去了啊。爸，你已经起来了？不是起来，爸爸还没睡呢。没睡呀？那你赶快去睡吧。我睡不着哎。为什么？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我应该在家里给你热闹热闹。不应该让你妈在外头给你庆祝。哎，你不是答应我今天跟我一起到妈妈那去过生日吗？是，我是答应你。
不过，可是我想了又想，还是在家里好。十几年来一向在家里。他已经都预备好了，我又约了很多同学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同学请到家里来。那，请不请妈妈来了？当然要请了，我去请。关于裴英这次的生日，我不希望你这样的铺张。我已经订好了这儿的大礼堂，裴英已经通知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学，而且你已经答应过。是的，我是不想让裴英失望，我才答应他的。可是这十几年来他的生日，我们都是在家里举行的，我不想你来破坏我家庭的传统。国明，你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你知道我就要走了。我只想留给佩英一点好的印象。留给女儿好的印象，我想物质的条件是办不到的。那佩英已经通知了同学和朋友到我家里来，到那时候我希望你也来。我哎，这也是佩英的意思，所以我来请你。你不是想留个好印象给佩英吗？那么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。哼，机会。好吧，我要走了，参加不参加你再考虑考虑。今天姨妈来不来啊？当然来了。哎，我说小姐，你姨妈跟你爸爸好像不大对似的。不要谈那些了，快点吧，客人都要来了。爸爸已经出去买蛋糕去了。嗯，很好。多少钱？10块钱。哎，你们过来取点糖吧。你要？谢谢你了。一定是我爸爸跟姨妈来了。嘿，恭喜恭喜！小鬼，你怎么来那么晚？谁叫你临时改了地址，害得我一个个的通知。那给你，祝你长命百岁。哦，你要我变成老太婆了。好啊，佩英，你过生日连我都不请了。我就请女的，不请男的。哦，这么说，你爸爸算不算男的？你既然来了，我就要请了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早来了。不是你现在才来？哎，我累都累死了，一个个通知。哎，既然你请了我，那我这个礼不能不送给你了。你吃好了，谢谢你。安娜，吃点糖。哦。哎，我没份儿。你是男的，自己拿嘛。哦、我是男的。哎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你爸爸呢？他出去买东西去了，就要回来了。这是你送给你小姐的生日礼物吧？哎，今天正是她18岁的生日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啊。今天我特地送你这个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要我成为一个音乐家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这句话很有道理。好，你学我。哟，你们两个在阳台上弹来弹去的，弹不完了。哎，客人都肚子饿了。好好，你接小鬼。
你们再吃点糖吧，嘴都吃腻了还吃。喝泡茶，肚子都胀了。我还要等我爸爸呀，可是我们的肚子等不及你爸爸喽。好好好，我替你们想办法。王妈，哎，早就预备好了，来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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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晚了，李先生怎么还不回来？奇怪了。你想他可能到哪儿去了？他跟我说，他先到姨妈那儿，然后买了蛋糕就要回来的。哎，一定是他们来了。佩英，爸爸呢？怎么他还没回来？没有呀。咦，奇怪了。哎，曾太太，您来这么晚了。我去订了蛋糕。好，来给我。哦，我来介绍，这是我姨妈，这就是我同学，欢迎，快点把蛋糕打开吧，不等爸爸回来了，给他留一点好了。哇，这么大的蛋糕！哎，等一等。祝你快乐的诞辰，祝你快乐的诞辰，祝你幸福无止境，祝你快乐诞辰。爸爸来了。李不明先生是住这儿吗？是的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不是找他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李先生给汽车撞伤了。啊，不会的，我爸爸不会的。你是他的女儿的，那么请你马上到医院去一趟。怎么回事？他说爸爸给汽车撞伤了。现在人在哪家医院？在公立医院，就是我服务那家医院。人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你们马上就去吧。不行，现在马上我陪你去一趟。当然要去。安娜，你帮他去招呼招呼。拿件衣服。哦。今天是你当班。是的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不？刚才有一个给汽车撞伤的。哦，就是在报馆里写稿子那姓李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刚刚输完血，还没度过危险时期。他会不会？这还不知道。不过他现在还在昏迷中。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他呢？不可以。哦，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他是他女儿李小姐，张医生。谢谢你让我进去看看他吧。对不起。张医生，现在请您到301号病房去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请你带我进去看看爸爸吧。不可以。我要去的，我要的。佩爷，你听我的，现在你爸爸正在昏迷状态中，就是你进去也没有用处。曾太太，我看还是请你先把他送回去吧，这儿的事情由我来照料。谢谢你。你们等一等，妈，你说爸爸会不会？孩子，不会的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明天一早我陪你来看他。曾太太，这是两。
是轻微的安眠药，如果佩音要是过分紧张的话，请你给他。好。我知道佩音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。曾太太，请你好好的照料他。佩音，不要太难过。走吧。爸爸，爸爸，佩音，别哭了啊，快点睡吧，我在这儿陪你啊。爸爸，爸爸就会好的，乖点啊。志平，志平，韵梅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是准备好了，我想带佩英一块儿去。不行啊，我们不能够带她去，我们到意大利去谋生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负担呢。我舍不得孩子。韵梅，难道你还怕以后我们不会有孩子吗？可是，伯明。韵梅，你是要伯明还是要我？上船的时候快到了，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恐怕伯明要从报馆里面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东西呢？随便用啊。
又想起佩姨来了。她现在也有这样大了。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兰喜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真的，妈，我们要走了。真宝宝，真宝宝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怎么不多玩一会儿呢？我带他们到另一个约会。哎，对，另外一个约会。哎，你们多坐一会儿嘛，我们中国人在这没几个，大家难得碰在一块儿。啊，那么你先带他们走吧。好好，啊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朱先生，您真好福气啊，有这么一位好千金。郑太太，常听到你说你有位小姐在香港，怎么不把她寄到这儿来呢？我把她寄在一个亲戚的家里头，十几年了，不知道她肯不肯来呢。那怎么会呢？你们大家请坐吧。玉梅啊，你再替他们倒几杯酒来。坐坐。最近伯明来信怎么说？他答应我去看佩英，只许我住两个礼拜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不干脆把他接回来？伯明带了他十几年了，他们两个相依为命，他怎么肯呢？那有什么不肯呢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他接回来。这，哎呀，我看你干脆到了香港再说吧。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去，看看这两天有没有飞机票。我也限你两礼了，要说到时候你不回来，我就亲自去接你。喂，郑太太吗？是的。刚才您打听从罗马来的飞机是明天早上9点到。哦，谢谢你。您找几号病房？我想找林医生。仲文，哎，佩英，你来了，你姨妈呢？我等不及她了，爸爸的伤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正研究呢，大家一致认为要怎么样呢？要锯掉他一条腿。就按照我们的决定做吧。好的。那么，手续方面呢？我来办。佩英，要勇敢点。情愿他死吗？佩英，请你信任我，只有你跟我们合作，才能保全他的生命。爸爸他知道吗？我看还是等动完手术以后，由你来告诉他比较好。佩英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很好。一小时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动手术了。佩英，坚强一点。来，我们先去办手续。
佩英。啊，妈，爸爸刚才在动手术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佩英，这是你的姨父。姨父？怎么？怎么你还没告诉他？志平，佩英，过来让我好好的看看你。这孩子这两天急坏了。哎，急什么呢？佩英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要是这儿不好，我可以给他换一家最好的医院，找一个最好的医生。佩英。我爸爸怎么样了？手术经过非常良好，现在他已经醒过来了，你可以去看他了。我们陪你一块儿去。我一个人去。对，还是佩英一个人去吧。李伯明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？这位是、啊、曾先生，这位是林医生。嗯，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？他什么时候出院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我看我们先回旅馆再说吧。好，关于佩英的事情，等伯明好了再谈吧。林医生，啊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。着急，听我的话，早上去念书。我知道。你母亲就快走了，你跟她多亲近亲近，你要原谅她。你哭什么？爸爸就会好的。爸爸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为了保全你的生命。什么？你快说。什么？香港已经两个多礼拜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在意大利有我自己的生意，我不能够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。伯明刚动完手术，我怎么说呢？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早跟他说明白呢？我只想来看看他，我并没想带他回去。哎，你真糊涂，你忘了佩英究竟是谁的亲生女儿。那佩英愿意不愿意跟我们走呢？哎，我们在意大利有钱有势，还怕打动不了他的心吗？这，那也得等伯明出了院，咱们心平气和地跟他谈呢。告诉你，我等不及，
我马上到医院去。曾先生，佩莹的父亲刚刚遭到这么大的变故，你就要跟他开谈判，要把佩莹带到意大利去。就算佩莹是你太太的亲生女儿，在这时候拆散他们父女也未免太残忍了。照理我不能干涉到病人的私事，可是在道德上我有劝告你的责任。米医生，我找你并不是来研究道德问题的，我是要你告诉我，他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已经恢复到可以受得起这个刺激。我要你纯粹站在医生的立场上答复我这个问题。站在医生立场上，我不能禁止你跟他谈判，这都干脆。至于道德的问题呢，李伯明已经残废了，我愿意花钱养他下半辈子，不过他得放弃配音。你是知道的，残废的人心里容易变态，这对于配音是很不利的。曾先生，关于这件事，为什么你比你太太还要着急？这个我有充分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我才是配音的亲生父亲。李伯明跟他没有一点血统关系，所以我有权利把他领回去。再说李伯明现在的环境很不好，我把佩英带回意大利去，这不正好减轻他的负担吗？我不能够再等了，我马上去找他谈判。哎，你等着，让我先问问李先生愿意不愿意见你。我不愿意到意大利去。佩英，为了你的前途着想，你应该到意大利去。我可以找全世界最有名的音乐家教你弹琴。嗯，我不能离开爸爸。为了爸爸更应该跟我去意大利。不，我不去。你再想想，你爸爸现在贫病交迫，暂时期不能工作，你在这儿不是更增加他的负担吗？再说我不是要你永远离开这儿啊，每逢放假的日子你尽可能回来看看。那爸爸他、哦、你是怕爸爸没人照顾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替他安排好的。我得问问爸爸看。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谈了。不过我有一件事我要你坦白地告诉我。什么事？关于培英是不是你跟玉梅亲生的？告诉我。是的。好，我早就知道培英不是我的亲骨肉。自从尹梅跟你私奔之后，我去验过身体，据医生告诉我，我的身体上有了缺陷，不可能有孩子。可是这十几年来，我还是把培英当作我亲生的女儿来抚养。这十几年来我们相依为命，想不到这次的意外我会变成了残废了。是啊，为了佩英的前途，你你放心，我应该让佩英回到她亲生父母的身边。虽然我自私，我想我还不至于自私的把佩英放在我身边跟我受罪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回意大利？就在这一个礼拜以内。啊，好，早点走也好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钱？哼，请你不要侮辱我。那究竟是什么事？佩英这个孩子跟了我十几年了，也许他不愿意离开我。这个由我来对付他好了。好好好，那么我走了啊。再见啊。
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尽快可以出院了。裴英呐，嗯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就来了。裴英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呀？韵梅是你的亲生的母亲，你已经知道了。现在我再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曾芷平才是你真正的亲生父亲。您不是？我不是。不，不。曾芷平来看过我了，我告诉他我愿意把你还给他。不。大概他们还有一个星期就回意大利。我只知道你是我爸爸，我要你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爸爸，爸爸。不不。我跟你毫无关系，爸爸。我姓李，你姓甄，你应该跟姓甄的走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没有关系。爸爸，走吧，啊，走，走啊。正好找你，是不是来替你爸爸办出院手续啊？不是。那么，怎么了？不知怎么的，爸爸今天对我的态度奇怪极了，他一定要逼我跟他们到意大利去。哦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也许是你爸爸因为经过这次锯腿手术以后，在心理上的反常现象。那他不应该对我。恐怕你爸爸另有苦衷吧。裴英，你先别难过了，回头我再跟他谈谈，啊。好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来，
小姐，他们来了。怎么了，佩英？李伯明已经完全告诉你了吧？是的，都告诉我了。那么，你已经知道谁是你的父亲了？父亲，佩英啊，我们已经替你办好了去意大利的护照，也订好了明天下午飞机票。你现在就搬到我那儿去住好不好？我不去。这又是为了什么？我不去就不去。他特意从意大利赶来接你去。接我去？为什么在16年前不带我走呢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现在就不同了。假如要是你到了意大利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什么都不要，佩英。你不是喜欢音乐吗？我更喜欢我爸爸，可不是你。什么？志平，你跟他说吧。不要说。我们走吧。走，这是我爸爸的地方，你们给我走。走。早上就出院了。你爸爸有一只鞋忘记了，你带回去吧。医院去上班，听说他已经出院了。现在我到家里来，可是他根本就没回家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，他们都说不知道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大概是你爸爸不愿意看你上飞机，所以他偷偷的躲了起来，免得大家心里难过。可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走的。你不愿意跟你亲生父母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？曾志平告诉我的，后来你父亲也承认了。这心里乱极了，钟文。为了你的前途着想，你还是到意大利去吧。我看你爸爸暂时不会再见你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完全是为你着想，宁可牺牲了自己。其实，他怎么能舍得离开你呢？那他自己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只要找到了他，我会时常来看他的。要是他。
不会有什么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现在我送你到曾太太那儿，明天早上送你上飞机。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，林医生。王妈，你也来送我。小姐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？爸爸有消息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上飞机吧。走吧。安娜，我们到那边去吧。还可以看见他们上飞机。值得骄傲，就是你不到意大利，我想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。